伊岩勒水美容师被捕前访问曝光，记者再问他为何会用活化大脑自然疗法伊岩症，他即刻改口说那个不是自然疗法，而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治癌办法。其实可不可以说那个不是治疗法来的，即是运作人的、那个、人那个正常平衡的状态都不算是治疗法来的、那个、因为坊间治疗法和这个是不同的，因为坊间是医不到，即是坊间治疗法是针对不到 cancer 的、我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所以、天然的人类应该有的运作。他还说四年多以来医了十几个人，有六成至一半的病人完全没了肿瘤，又强调自己一啲药都冇用，全部都系用好自然嘅方法去令病人平衡翻身心应有嘅状态。但系呢个方法其实系我自己谂出嚟嘅，系系啦，咁就最主要咧活化成个人嗰个嘅细胞啦，咁、但系就完全冇任何嘅药物，冇任何嘅嘢，其实用天然嘅方法，简单嚟讲，全部都系天然嘅方法，系让对方知道我们活回在一个人类应有的状态、身心灵应有的状态。既然方法这么自然，那为什么要收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么贵呢？赵淑仪就解释、四十万的起标、40是的，是的那六个月里面呢就为最贵呢，去到最贵呢，最贵那个是100左右，即是40万至100万不等啦，就其实就相应的年程都是基本上六个月的。是的，六个月，但是有分开原位啊，原位即是一个 cancer， 定是已经 spec 了两个器官都有啦，定是已经可能三四个器官都有啦。哦，即是它有没有扩散到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如果它是扩散了，即係要嚟嘅次數要多好多啦，係啦。譬如有啲人係可能一個月，譬如一個禮拜嚟六日嘅，一個嚟六日，咁你一個月裏邊講緊係24次，一個月24次嘅，係啦。有啲係譬如佢好似好多部位嗰啲啦，譬如三四個部位嗰啲啦，咁講緊係每個月嚟廿幾次，咁但係講緊六個月，講緊係。係，即係好漫長，我哋需要即係好多人力物力去處理嘅，係啦。